周深官宣加入京东晚八点歌会，并已开始新音综的录制。视频由娱乐叨叨叨不停和周深速递制作上传，其他账号均为道歉。京东20周年晚八点音乐会可谓明星云集，任贤齐、吴春燕、刘宇宁、周深、张杰等几十位歌手，周深将演唱《美美》和新歌《璀璨冒险人》，这将是《璀璨冒险人》发布后首个 live。歌会将在31日晚8点在京东视频号、京东直播、腾讯视频播出。另外，有网友爆料，周深将作为音乐导师参与腾讯新综艺《舞台2023》，舞蹈导师是王嘉尔，并且将于近日开始录制。此消息真伪暂时未知，大家吃瓜不信瓜。而能确定的消息是，除了31日的京东晚八点歌会，还有6月1日周深将飞行综艺《种地吧》，6月2日晚8点将在天猫618iQ 直播间进行直播。看过周深 IPSOIN 浮沙直播的都知道，周深直播就是一场小型的相声专场，虽然主打的是为代言产品 IQ NEO 8新产品进行宣传和推广，但周深的幽默天赋让整个直播轻松搞笑温馨，就好像一场相声专场，很是值得期待。而6月2日还是周五晚上还有奔跑吧11第7期节目的播出，所以这一天晚上不要错过两个周深哦。每天都有周深，就问粉丝们幸福不？